Hello， 大家好，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咧由呢个日本嘅著名嘅发展商咧 WeLab 咧而家喺南波咧打造一个嘅全新嘅住宅项目，叫做 Aris House Lamba 噶。咁呢个项目咧嘅最大嘅特点咧就系咧处于呢个南波嘅高层住宅区。咁呢个住宅区里面咧就系拥有好大嘅绿化空间啦，因为佢哋嘅前面咧你可以见到咧有呢个浪速嘅公园啦，吓，而且咧佢哋喺后面咧亦都可以咧好快可以行到一个伊岸嘅超级市场噶。咁呢个超级市场直至咧係營業到夜晚嘅12點嘅。咁啊，從我哋嘅呢個樓盤咧，其實咧行翻去大家好熟悉嘅，譬如話 JR 嘅南波站咧，只不過係9分鐘。OK， 行翻過去咧南海電鐵嘅南波站咧，只不過係12分鐘嘅啫。咁啊，大家如果去到呢個南海呢、這個電鐵嘅南波站咧，亦都可以直接咧可以去到咧幾個嘅大型百貨啦，譬如話呢、這個Lamba Park 啦、Lamba City 啦、高島啊，同埋0101呢個大型嘅商場噶。咁啊，在北行嘅時候，直接可以連接住呢個深澤橋緊啦。嚇，咁亦都咧最大嘅賣點咧，每一個單位咧亦都係包括曬所有嘅裝修啦、家私啦、電器全部一應俱全嘅。而且發展商咧亦都咧係為每一個住户咧係可以咧提供咧每年咧純租金回報係高達係6.5厘嘅，無論係自己用啦或者係投資，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嘅。